我们所在的这个国门广场是四郎再生的重要的里程碑，能够在这里来启动我们2022城市博览会，对台湾对基隆来说都格外的有意义。从今天开始到6月19号，整个基隆市就是一个大展场，自己的规划了四大展区，从基隆的山海城为特点出发。又说市长的专业是都市规划，8年前他说要用设计力跟执行力来改变基隆，现在又说市长做到了。我希望这场城市博览会可以是疫后新生活的起点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深入认识台湾的西点城市基隆。